师傅在那个2019年7月14号的问答节目中提到，为胎里的苏宝宝念诵大悲咒27遍、心经21遍、礼佛大忏悔文3遍啊，请问师傅，这个是通用的还是个案啊？应该是可以通用的啊。你说是小孩子干嘛？对不起。就是胎里的苏宝宝，就是那个节目当中说是可以为胎里的苏宝宝念诵大悲咒27遍、心经21遍、礼佛大忏悔文3遍。啊，那是个案，看图腾的是吧？看图腾。是问答，问答。啊，问答的话，有可能是个案，也有可能。哦，那如果就是那依据现在的天使的话，可以为胎里的苏宝宝念诵大悲咒、心经、七佛灭罪真言等经文，就是有没有普遍的变数啊？一般的来讲，你不要超过21遍就可以了。好，感恩师傅。